陈哥，你干嘛？陈哥，陈哥，不是说好只有我们吗？这段自由发挥了吧？哎，不是，我们往前再一档吧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不行，陈哥连大红宝宝都出了。陈哥，你这样把宝仪姐丢在后面，我们两个处理就可以了。宝仪姐现在有 open 奖在陪她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有大东宝宝就够了啊！我们站他们好远哦。我说那个李玉芬，那个郭璇，那为什么一直？大东宝宝可不可以不要站在中间啊？后退，走开啦！你在我们旁边 ，security。刚才我有付钱，你有付钱吗？你在旁边看就好了。陈哥形象，形象，庄重。宅男、熟男、少男的女神，我相信今年也是你们的丰收年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今年每一个人都每个好多好多的作品啊，有演出偶像剧啊、哦，玉芬有演出偶像剧，哎呦，你有研究啊？有有 ，O A O A A， 他会跳，三位三位，三位三位，中间站，往中间站，你们是女生，往中间站，三位，你对他有研究，你说他研究了什么？我研究了他们的舞步很久了。在哪一个舞步 ？O A O A， 陈哥，我跟你讲，那是附件啊，那哪叫跳舞？阿达的手机桌面跟电脑桌面是 Dreamgirls 的照片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干嘛变态到看我的手机跟电脑桌面？不是这是，你那个什么时候？人家一有来电，他就自己想起来了吗？你知道我睡觉的抱枕是谁吗？大同宝宝，真太，这应该是真太太吧？陈哥，是我老婆。对，有一次抱着李玉芬，结果被他骂。我也哪里买的？哪一段？今年是丰收年，对不对？郭雪芙的演出，看看啊，小资女孩是不是啊？啊，那是不是罗斯？哦，是你啊，罗斯跟那个真爱，是不是？真爱找麻烦，郭雪芙马上还有拍电影，不得了啊！还有拍电影，对不对？还拍微电影是宋雨琦，宋雨琦，好，上车喽。拍了电影，对不对？丰收年，今年的2013年有什么计划没有啊？有，其实因为前几天我们来高雄办了签唱会，然后呢，就是大家反应很好，很多人支持，所以我们决定了明年还有多一加场，加场签唱会，再加个签唱会啊？对对，很好。看到没有，高雄的热情根本不用讲啊 ，CNN 早就报道过了。高雄人太热情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们也希望能多演一些好戏。你们不觉得自从演了戏之后呢，然后你们在戏里面的表现，让他发现真的是女王中的女王，是不是、啊？有感觉吧？哦，整个人气水涨船高，这也是他们吸引人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希望2013年是你们三位的丰收年。好，谢谢。非常欢迎，再次给 Dreamgirls 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水够。